左下腿痛，左下腿痛，我又看到那个拜登了啊，又看到拜登了，啊，拜登了啊，拜登了啊，他没有羞耻感啊，因为没有羞耻感，他那个因为那个退票的事啊，没有羞耻感，他退票的事啊，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啊。很多人一起干，很多人一起干，也就把这种羞耻感分摊到很多人身上一个，他们基本上就每个人的分量就不错了，就没有那种没有那种羞耻感的话，对投票没有羞耻感的。但是台湾一天就出结果的话，多多少少还是让他让他还是很shock， 那个 shock 叫什么？还是很震惊的啊，很让人很震惊的啊！一听就出结果，他们，他们投票有个过程的、投票有个过程，尤其，写票、做票的话，还有路上还有个时间啊，是一样。所以现在，他们在故伎重演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开始有了那个戒备心理了。有了戒备心理的话，那么他们的要投票的话，压力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啊！所以基本上，今年再想投票的难度要比以往大了啊，因为人家知道了啊，贪污，是人家没注意好啊，不小心被偷了啊，但人家做好准备好的时候就比较难了啊。比较难了啊，所以现在那个，大家有点那个重点班啊，不知道怎么挺过去啊，这次大选不知道怎么挺过去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